禀告太后，微臣已经依照太后的吩咐在文渊阁放火，哀家都是迫于无奈才会出此下策，这场火一烧又不知会烧去多少人的性命。多谢，够唔够买埋你个女啊？喂，唔使咁狼啊嘛！要嘅，上。我入咗嚟半年，都见过唔少人入嚟镇南镖局嗰度偷嘢噶。不过大部分都俾镇南三虎打走啊！探望開心，我探望開心，我唔想佢留喺度。